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做一个鸡蛋酿肉，看一下主材料：鸡蛋、猪肉、葱段。把肉切碎。现在这个肉已经剁成了肉末。放入葱花、蚝油、酱油、盐。拌匀，加点蔬菜丁，鸡蛋放入锅中，鸡蛋去黄，把刚才的肉放到这个蛋黄里边去，入锅蒸大概15分钟左右。